大姐，大姐，孟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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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孟
把这个都分下去，可以去钻石了。到谢薇的房间顺着窗户到食堂，这是五楼。你爬这么高干嘛呀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去。 温度低，大家一定要憋住呼吸，千万别动。
下的慢，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出来看有没有什么东西，我也不知道咋办了，儿子。什么情况？这是个人才呀，有出息。这我知道，现在这不安全了，咱们得赶紧撤。你快，你带大家先走，小心点，别踩到车。快，小心点。你还好吗？小心。我知道他只是喜欢我的钱，但你们女人不都是喜欢这个吗？我想你还不是很了解马苏吧，他真的不是只喜欢你的钱，他还喜欢很多人的钱，你明白了吧？我觉得还有更适合的人坐在你的副驾驶上。哈尼，哈尼，你听我解释。滚！讨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都不用我说，你自己去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的样子。你以为你有真的朋友吗？没有。算什么东西？你什么也不是，没有人喜欢你，你根本没有朋友。你死吧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
就是个小莽汉。
个看门的，我在这装什么超级英雄啊？我谁都救不了。后来我把我二舅都搭进去了，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在我心里我一直都很相信你，他们也是。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，你现在要放弃你自己吗？这个做人呀，得明白自己什么位置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还有，男人可以没本事，但是不能没出息。本事都没有，哪还没出息？这顶嘴还挺一流了你啊！别人看不起你那都不重要，但是如果你连自己看不起你自己，那你真是个孬种。来了之后啊，好好干，别给我姐和姐夫丢脸。别给我丢脸啊！同学们，同学们，我们现在已经无路可逃了，救援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。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。第一条，继续躲在这儿等死。第二条，就是跟大蛇死磕到底。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，相信孟娜，更相信你们自己。我们一定能够逃出去，好吗？好，好。